欢迎来到小小鱼迷你厨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自我介绍一下，好男人就是我，我就是小小鱼。在厨房磨叽什么呢？还不赶紧做饭，我快饿死了。老婆，为什么总是我做饭呢？因为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我负责打扫房间，你负责做饭就好了。这太不公平了，要不我打扫房间，你来做饭。那我们用转盘来决定吧。那好吧，开始吧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真的太难了。准备好一个西红柿，一个公鸡蛋和香葱。把西红柿切好装盘备用。把香葱切成小段。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手太大了。把油搞里头。哎呀妈呀，烫死我了。香葱搞里头，西红柿搞里头，翻炒均匀。放入炒好的公鸡蛋。加入100粒盐，翻炒均匀，再加入100粒白糖，再继续翻炒均匀。好了，西红柿炒鸡蛋出锅了。先尝尝味道怎么样？这味道简直太完美了，色香味俱全啊。欢迎大家来我家品尝哦。